我这个咳嗽已经持续2个月了，一直按慢性咽炎、支气管炎治疗，一直效果不太明显。结核痰胃液胸部 CT 检查发现右肺上叶间断，左肺下叶有实变影，非常明显。我们给他抗感染、止咳、化痰治疗以后效果不理想，我们叫他安排支气管镜检查，结果镜下发现患者左肺下叶近一段气管内有异物阻塞，并且呢，这个异物呢，在这个新生肉芽组织的包裹下，几乎完全阻塞了这个管腔。这个辣椒井有2厘米大小，我们就问这个患者呢，立马想起来，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呛了一下，但是没有在意。经过治疗以后呢，这个患者的症状明显的好转。在此提醒大家，在平常的进食当中，应该避免快吃猛喝，以免发生这个呛咳、误吸。如果长期咳嗽、咳痰，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。